挑衅我们，想引诱我们去城塞的深处。他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炎狱之主的力量每分每秒都在增长，我们必须阻止灵魄继续流入冤喉，提高警觉。凡人，戴纳瑟斯在这里很有优势，他会用尽一切诡计阻挠我们。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屠宰的猎狗群住在养狗场，他会故意让那些野兽贪婪，阻止寻犬者的恶行，我们才能继续往城堡的下层前进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。现在没有目标，我能感觉到你的恐惧。马格雷，来我这里。开始狩猎。我需要剑很多，不用抢。人人有奖。
马格雷，我要看他们流血。这支箭是什么？箭很多，不用抢。马格雷，我要看他们流血。我离得太没人。格雷，我要看他们流血。我需要战炮巨雷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是什么？我要慢点。没人超出我的掌。巴加斯特，过来。没人能逃出我的掌心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巴加斯特，灵魂撤出来。这支箭是什么？这支箭是什么？箭很多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居然杀了我的爱犬！赫库提斯，立刻过来！箭很多，赫库提斯，咬碎骨头。我还不能使这些物品。这支箭是什么？赫库提斯，咬碎骨头。箭很多，不用抢。赫库提斯，咬碎骨头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离得太远了。这支箭是什么？赫库提斯，咬碎骨头。我的宝贝，可恶！这支箭
是啥秘密？没人能逃出我的掌心。没人能逃出我的掌心。这支箭是啥秘密？现在你是老大了。该有应得的下场。凡人，往下的通道在这里。前面的路上充满危险，但我们必须找到那些灵魄主存。需要目标。
没有目标。
我已经在逃出范围了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亮丽的跟这群凡人杂碎回到这里来，太可悲了。戴纳瑟斯把灵魄放入渊海，背叛了瑞文翠斯，像你这样的谄媚鬼绝对也明白这一点。我看见了全新耀眼的未来即将展开，那里容不下你们这些叛徒。
了我。